唱歌的样子。你真帅。谢谢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乌达木。从你的服装，是我感觉你应该是蒙古族。对，我是蒙古族。在内蒙古什么地方？在内蒙古呼伦贝尔。呼伦贝尔大草原。对对。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是发明一个墨水，把那个墨水在地上一点，就会全世界就会变成绿草。好美的梦想哦！你为我们表演什么？我唱歌。唱什么歌呢？唱梦中的额吉。梦中我知道，额吉是什么意思啊？额吉就是妈妈的意思。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？因为我想妈妈的时候就唱这首歌。告诉妈妈在哪里呢？妈妈在天堂里。爸爸呢？爸爸也是出车祸去世的。先唱歌好吗？好吧。好，谢谢。感受到他唱的是什么。